电灯它也是自己改装，缩小版神轿亮灯，橡皮筋左右一拉，还会保持频率晃动，宛如还原绕境现场。很难想象这小模型出自一名小学五年级男童的巧手。刚开始可能是用吸管，然后慢慢研究是用束带才会摇晃。男童家里摆满模型，妈妈如数家珍，除了銮轿，还有神帽、神衣、庙宇模型，全部迷你缩小，利用冰棒棍、飞机板、包装纸拼凑而成。庙宇不光是长得像，就连门都做成活动式的，仿真能开关。神轿则有精细旗帜、龙头凤尾，做工相当精细。土都自己画。对啊，下面这也是双龙场子。平常会去看庙会吗？还是你自己想象的？都有。原来男童阿公是神明的机身，他从小就常跟着参加庙会，喜欢看銮轿和阵头，过去也经常收集神轿模型。妈妈鼓励他动手做，没想到做的有模有样，越做越有心得。在小学五年级，男童他无师自通，作品令人惊艳，另类的暑期才艺创作也让人纷纷赞叹。记者廖碧玲、王世涵、云林采访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